全，孕妇、孩童、年长、行动不便及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，请至第七节车厢处搭乘电梯。若需要转乘捷运板南线，请由东出口至地下一楼搭乘。转乘台铁或捷运淡水线，请由第九节车厢处至地下三楼搭乘。搭乘公车，请由东出口或西出口